可能被绑架了。我起来后发现自己在一个出租车上，出租车的车门也是锁死的。什么？我怎么在这里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看你昏倒在路边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指不定要出什么事啊。我送你回家吧。他们没有问过我住在哪里，怎么可能知道我家在哪儿？不行，我要想办法呼救。是通缉令，这大叔难道是通缉犯？有少女于数日前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这是一名绑架通缉犯，我要下车。不行，他一定知道我发现他是通缉犯了，我死定了。对了，我书包里有一把玩具枪，不许动，再动就打死你。什么？上面报道的失踪少女不就是我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离家出走，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下来，是大叔他救了我。我都做了些什么呀？车坏了，前面就是警察局，我送你过去吧。大叔，这其实是一把玩具枪。斯诺，放下手中的武器，释放人质。救救我！这只是个玩具，不信的话。不是这样的。至今，大叔没能提交的自首信还在我的抽屉里。